念啊，菩萨家己本身信念，嘛爱教导众生，爱有正知正见、参信念，安尼唔才有法度断烦恼。啊，若无咱内心拢妄念，啊妄念不时嘛烦恼，所以爱立心，咱的心吼拢爱思思念念，拢爱安住伫个佛陀甲咱所教的教法顶端，爱维持这个正念。佛陀甲咱讲，这个世间是无常的，咱的心都爱定定有这无常的观照，这就是正念。安尼你都会较随缘，都袂较执着。啊、哦，佛陀甲咱讲，这个世间是空空无常的，你都爱定定去观照这个世间。是苦的，你无你若观照袂到吼，你都无想要出离这个世间啊，因为你看袂到这个世间的苦，咱人拢是安尼嘛。你无感觉苦，你都无想讲要出离啊。啊，互你感觉会苦的时阵，你都会想讲啊，这苦无算，我要较紧出离，好无？都敢那人个，咱人共款啊。破病的时阵，都感觉无破病的时阵，感觉好好啊。我哪有需要去看医生，但是破病的时阵才知道要去找医生嘛，同款的道理。你若无去关照这个世间是苦，你感受袂到，你无可能有这个出离的心、哦、所以佛陀甲咱教爱关照这个世间苦空无常，这个道理无我的道理啊，这拢是咱应该爱有的正念，正念。还有一句。又问：温和行于正念，安尼这正念，咱是爱安怎来思维合作正念？后一句甲咱讲，答我：东行不生不灭。拄啊讲这观照这苦空无常，这是算讲为修行入手。哦，咱原师傅教这阿含经内面。大部分拢是讲观客空无常，这性灭的啊，为这性灭的思想来观。但是即马咱讲的是大乘，大乘的境观是提了真观，是为不生不灭来观，为这空性来观。所以咱要有正念，为大来观，为这空性，对这不生不灭来观。所以后一句话咱讲，东行不生不灭，有无？啊，小乘就是为靠空无常，无常都有生灭嘛。但是咱大乘境界较高，是为这不生不灭的空性来观，这正念为这落去、啊。不过一般来讲，对咱凡夫来讲，这是有较困难啦、啊。因为这无常的物件吼，要一下手要入去，咱的根气是无够来，无够来。咱知影禅宗。这个精气神来的人出自六祖慧能大师，一听到金刚经那句应无所住理性其心的时候，人明心见性，是不是啊？咱问咱自己啊，金刚经上几遍去啊？可能我那未少遍吼，那句的应无所住常常在上吼，有见性无？可能我真病吼。所以啊，咱来问咱家己的精气，是毋是讲咱的精气真来？若无的时阵，咱也是爱照步来，照起工来。安怎讲？咱若无六祖迄啰本来无一物，何处念定咱的境界的时阵，咱都爱为头啊，时时金呼吸啊，目视念定来啊，咱都爱好起来基本的功夫开始做，为断恶修仙开始做。啊，无你一下就讲不输仙不输恶，哎，遐悬的境界你都一直跳袂过咧，跳袂掉咧，不输仙不输恶，对啊，这道理真深啊，你都入袂去的，入袂去进行，咱都爱先断恶修仙嘛，这基本功夫爱先做好到吼。后一句又问：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什么法不生？什么法不灭呢？答我：不生不生，生法不灭。有看下无？不生就是恶啊，
恶莫让伊生起来，善法袂用让伊灭去。所以你看哦，咱佛教大乘常常讲空性，不生不灭，善恶拢是空性，不殊善不殊恶。但是伫个断恶修善之大，嘛是爱照起工作，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，唔是讲一切拢空性。哦，所以善法功德我嘛唔免做啊，为虾米？空性啊，所以善法嘛空性啊，功德嘛空性啊，啊，都虾米拢唔爱做？唔是，唔是安尼，应该是讲咱行善功德做了了，咱内心卖执着，无我无想，安尼才是对，安尼才是对，唔是讲你进行虾米拢唔爱做。当然啦、啊，你卖做你也袂执着啦。你就想讲啊，我都无付出啦，所以我们当然嘛袂执着啊。啊，咱是爱学，先付出了，咱内心袂去执着。布施不忘回报啊，这就是较无我无常相应。咱爱学一点，爱学一点。后一句又问：先不先随为本？伊个俗啦，俗就是随啦，相的意思啦，是以什么为本呢？善甲不善就是善甲恶，是以什么为本呢？答案：以心为本，心为本。这心就是指众生家己啊，善恶为带来，善恶拢是为众生家己的心来啊。是不是要做善要做做恶，拢家己来啊？啊、哦，有一句话讲：天堂有路你唔去，地下安怎无门窜进来？表示讲啊，善甲恶拢是伫个咱一念之间，拢是咱众生家己本身，每一个友情家己本身。所以这个心就是指每一个友情家己本身来讲，善甲恶拢是家己决定的呀。唔是想甲咱塞弄的，唔是拢是家己的，吼、哦，以家己为本。又问心，吼、哦，俗为本，安尼心是以什么为本？对众生来讲，写为摩诘就讲啊，欲贪为本啊。安怎讲欲贪为本？咱凡夫啊，咱众生内心拢嘛无明砍掉的，拢嘛有贪嗔痴的烦恼。所以咱的善恶拢是为咱的内心的这妄心嘛，这贪心心所发动起来啊。所以就是以咱的什么欲贪为本，这欲贪代表其实就是贪心心，就是无明，就是咱内心的这个贪爱、欲望、哦三毒，以这为本啊，咱唔再做善做恶，都是安尼来。又问。欲贪随为本，安尼咱众生内心的这欲贪是为带来的呢？以什么为本呢？答案：希望分别为本，拢是为这妄想心来的。咱这欲贪啊，众生的欲贪，拢是因为分别执着来的。啊，这就是咱的妄想心。这妄想心是希望的，唔是真的。这不是咱真正的本性、佛性，这清净的自性，才是咱众生的本性。啊，这无明砍掉，这个梦想的心，这是虚伪的，这是希望的，所以叫做希望分别啊，分别。咱众生拢是伫个境界内面分别计较，有无？啊，这拢是希望的心吗？希望的心吗？又问。希望分别随为本，安尼咱这希望甲分别的心，希望分别的心是以什么为本？为带来的？答案：颠倒相而来。颠倒就是众生的无明颠倒而来。安怎？甲无常的看作是常，甲不净的看作是净，甲无我的看作是我。啊，搁个啦，常乐我净嘛，对不？把痛苦看作是快乐的，为这颠倒来。佛陀甲咱讲，这世间是空无常的，
但是咱凡夫拢伫咧这个世间，想要找到一个永远的快乐，是不是？要找一个永远不变的，这境界，哪有可能？大家拢嘛咧想讲啊，青春永驻，青春吼、哦，大家拢无想要老，但是无可能啊。哪有这个讲永远拢袂老的呢？啊，大家拢想讲，因为永远啊、哦，这不灭要活真久个呢。但是加加百外岁，骨卡安怎保养，嘛是总有一天无常的一天。这世间就是真现实，这世间就是真现实啊、哦。啊，咱众生就是伫遮有时会执着。哇！要青春永驻，要终生不死不死，哪有可能？无可能！啊，这都是咱的颠倒，咱的颠倒、哦。因为咱有这种颠倒，所以才有希望分别的心。后一句讲问讲，啊，那些颠倒相，谁为本？是以谁以什么为本？即搭讲，答我，无助为本，无助，无助就是。不足的意思，什么叫做不足？无常变动就是不足，就跟流水同款，水一直在流，一直在流，一直在流，水敢有动起来当中？无啊，水就一直在流，一直在流，安尼，袂停起来。这世间，这三界，多一项物件是永远不变，无啊，各项物件嘛是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，生生灭灭一直在变。啊，咱讲咱人有生老病死，这个咱的心生住已灭，这个、宇宙安怎？这个、气世间来安怎？生住坏空嘛，多一项物件袂变，多一项物件是永远安住咧遐，拢袂顶袂动，无啊，这个、三界你找无这物件，所以咱有啥物颠倒？因为就是咱。在这个三界里面，咱的见闻觉知里面，在这个生灭变化无常里面，咱升起这个颠倒的心嘛。这个、世界不住嘛，无住就是不住嘛，就是诸行无常啊，诸行无常啊。咱的颠倒就是在这个所在升起来，所以不住无住为本，就是不住为本。就是以生灭为本的意思啦，以生灭为本，因为咱的颠倒就是为生灭这虚假的上来啊，啊，佛陀甲咱讲，这世间不生不灭，啊，这土城台北土城，新天禅师讲起老和尚要往生的时阵，啊。要完事的时阵，伊有讲一句话，大家拢知，无来无去无代志，人的境界是无来无去，对不？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。啊，咱凡夫的境界拢是生生灭灭，啊，所以为这生生灭灭，咱唔在颠倒。啊，咱若了解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，咱就袂颠倒。所以这颠倒会带来，都是为这不足，为这生灭，为这来去来生出来，啊。啊，即马阁继续问啊，又问：无住谁为本？答我：无住即无本。哦，无住即生灭变化，啊，伊个根本是虾米嘿？伊个根本是虾米嘿？啊，这都无根本啊！无本嘛，无本就是伊无根本。即不满应该改这改说，叫做伊无伊个自性。即生灭。变化的物件，伊是因缘和合啊！因缘和合，唔知有这生灭变化。因缘和合，这物件生起来了。因缘散去的时阵，这物件嘛消失去了。所以这物件、这法的生灭，拢是因缘。啊，那是因缘，都无伊的本体；那是因缘，都无伊真实的自性。所以这个无本，就是无伊真实的本体，无伊真实的自性。故则来。上尾为摩诘甲文殊师利讲，文殊师利啊，从无住本离一切法，世间的一切法是安怎形成的？因为空性，
因为空性，因为空性，所以是因缘。